下一位呢，跟他呢其实是同一个团的啊。那昨天呢也有介绍过，所以呢我就交给他，让他自己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一样呢，我们来欢迎有铃木雅之魅力歌手之称的，哎，这都不要讲，是不是？以后都不要讲，交给你自己讲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欢迎武郎。你不要跟着一起哦，还有他的伙伴，可爱 Yaki。 那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Yaki。 喜不喜欢他唱的演？喜不喜欢他唱的青鸟？喜欢，对不对？那我的 part 就交给你了，来为大家带来演个青鸟。等一下，不能这样，是不是？可恶。好了，那个今天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今天节目也渐渐到了尾声，我已经是倒数第三位表演者了。那大家，我们鼓起勇气，不是鼓起勇气，鼓起你们最后的力气跟力量，把你们元气借给我们，好不好？为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，来自《回忆机好想谈恋爱》第二季的 OP， Daddy Daddy Do。
再次谢谢 Yaki。我刚不是剪掉一片叶子，又掉一片下来。